金源隆基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要专业生产小型通用机械和小型农业机械。而我们的产品呢，销售到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选择第三方认证，那是基于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也是打造我们新源通基和隆基品牌的需要。第三的一个原因呢，提高我们产品质量的需要。那么我们在有一部分的业务板块选择了莱茵，比如说我们南非的安全认证，比如说我们针对欧盟成员国的发电机组的 CE 认证，比如说我们针对欧盟成员国的微根基的 GS 认证。那么这些业务呢，我们目前是在和莱茵公司进行合作。我觉得和莱茵公司合作不简单，是一个认证的问题。那么认证的过程当中，本身也是我们质量全面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莱茵公司的相应的技术人员呢，他对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有一个指导和帮助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提高我们的技术标准和水平是有一定帮助的。整个中国的通基行业占到了全球的整个通基行业的很大的比重。在小型农业机械这一块，那么中国的这个重庆的小型农机工业也是很有发展前景和发展潜力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得到莱茵公司的更多的帮助和支持，我希望我们今后的合作会范围会更大，合作的深度会更深。